反正不论如何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梦想的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。你为什么总执着于汉服呢？如果没有汉服，你就不用直播了。如果不用直播，这些事情你都可以不去面对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做一名电竞选手呢？如果你不做电竞选手，以你的颜值，都能去做大明星了。成为一名职业电竞选手，是我一生的梦想。那汉服就是我的人间曙光，因为热爱，所以执着。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在玻璃上哈气画画，你玩过吗？这是你小时候学的？谁教你的？秘密。谁教你的？你出来我就告诉你。你快点告诉我。陆宇豪，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，我就在这等着你。说就算了。如果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的话，那你也不配知道他是谁。先进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哎呀，胡思乱想什么呢？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专属小星星哦，以后你孤单的时候，就让这颗小星星来陪着你吧。嗯。